Hello， 我从左边出来。OK， 好，来，准备啊！喝一口水先。蓝色的衣配蓝色的茶杯，白色了，它的垫是蓝色而已。OK， 来，现在 Studio 外面呢，应该是下着雨，所以天有一点黑黑。你那边的天气如何啊？在留言区跟我分享。OK， 来，三、二、一 ，Go。九月十日星期四，你好，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今天呢是行动管制令的第177天，177你了啊。那么昨天的新增新冠肺炎的这一个病例呢，并没有继续飙升。哎哟，情况呢让我们能够暂时喘一口气，松一口气。如果是从62 100到超过100的话呢，那么这种上升的趋势呢将会令到我们非常的焦虑。还好昨天确诊病例呢回到了双位数，是24宗，你是不是 OK？ 马来报和英文报今天呢他们的封面焦点的新闻呢范围很广，并没有完全统一，主要的呢都是延续大新闻大事件的后续发展，比如网购费、沙巴周旋以及河流污染，主要是环绕在这三大课题的延续。那么其他的封面重点新闻呢，当然要数最有话题性的这个新闻呢，它就是前首相夫人罗斯玛。那么罗斯玛的这个沙拉越学校太阳能计划的这一个案件呢一直都在审讯，那么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因为这个审讯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但是昨天啊，证人李扎他抖出了很多关于罗斯玛的内幕，以及他的那一些平时的这个待人处事的情况啊，他平时的这种风格啊，成了很多家马来报跟英文报关注放在封面的这个焦点。那么早前呢，律师就是罗斯玛的律师尝试阻止媒体报道这一些对他当事人不利的这个证词，但是律师的申请呢被法官驳回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在电台、在电视台、在报章、在其他媒体上读到、看到跟听到关于罗斯玛的精彩的小故事。那么理查的照片呢也登上了今天 NSD 的封面图。哇哦，通常呢很少证人的这一个照片呢会大大张的成为报章的封面头条，今天呢是例外，因为他是本身就是一名有故事的人。李扎他之前呢是罗斯玛的特别助理，也可以说是罗斯玛的这个心腹，负责执行罗斯玛所下达的一些指示。那么在这个太阳学校太阳能计划的这个课题上呢，他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代理人、中间人，进行这个交接的这个工作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NSD 的封面，就是这个大大张的 result 的这个人头了，等下才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聊。 OK，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有别于马来报跟英文报的封面，今天三家主要的中文报的封面头条呢都给了行动党秘书长兼前财政部长林冠英，因为他又在被控了。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星洲日报 OK 很清楚啊，星洲日报它的标题呢就是怀疑与海底隧道土地交换有关，林冠英明天再控两罪 OK， 这是星洲日报。东方日报的呢比较简单直接，他就说林冠英明日再控二罪。中国报的呢也是整版的这个封面哦 OK 它是这个，他说槟城海底隧道工程涉案同审明加控两罪 OK， 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中国报，然后新洲，然后还有的呢就是东方啦。好，那么
今天啊，我选择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延续昨天全民关注的课题，就是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扎希蒂。他这一期呢是最火红的国盟政治人物了，他的这个曝光率，他的这一个媒体的报道度呢，甚至超越了他的老板通讯部长，也超越了他的大大老板，就是首相穆尤丁。因为征收网购费的课题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呢，昨天通讯部就啪就打脸了这一名副部长。通讯部的文告说，该部没有计划征收网购服务费，所以今天的不收网购服务费成为关键词，因为它涉及的是全民利益以及政策性的宣布。那么相比之前呢，当我在准备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有在考虑说，今天的关键词要不要使用罗斯马的这个新闻呢？因为它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小故事。那么后来我觉得说，罗斯马的这个课题，它跟这个全民公共利益，当然它有一定的这个联系，但是相比之下呢，网购费它的影响层面更大，它也有很大的这个话题性。但是罗斯马的这个新闻呢，它的这个故事性、话题性，以及我们讲的白话一点的来说，就是它的这个八卦性呢是很高，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涉及全民的利益，它的影响层面呢也没有像网购费这么的广泛，所以关键词呢就选择了不收网购费，就是今天的关键词。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各报马来报跟英文报的头条之前呢，跟网民们打一打招呼哦。OK， 杰克你好，新秀用你好，苏亲戚 OK， 苏亲戚讲说林冠英不可能知法犯法吧 ？OK， 这个是苏亲戚的这个观点。那么 OK， 苏亲戚讲说蓝主编可爱讲客话，对啊，我是客家人，所以要讲一讲，要推广一下方言，推广一下客家话哦。那么啊，苏亲戚你本身是客家人吗？让我知道。OK,Fat、okay, Cat Johnson, 下午好。OK,Amy、okay, Chan。哦，芙蓉天气晴朗，说天气讲说芙蓉天气晴朗，一片蓝天。我这边啊，这边就乌云密布啊。乌云密布。阿嬷嬷啊，好像是傍晚的这个情况一样，开始黑了。OK, 来。我们来看哦，今天西纳哈链的这个头条。他说Kementerian Nafi Cadangan Timbalan Menteri 部门否认副部长的建议，就是通讯部昨天发文告曾经说没有计划征收网络服务费，也还没有针对向购物平台的消费者征收服务费的事情进行讨论。所以他的这个封面图呢，就是这个进行网购的平板电脑的照片。那么还有呢，就是小图是西纳哈链昨天的封面头条，就是 Kerajaan jarang kenakan charge pembelian online, OK, 所以今天呢就否定了昨天的这个说法。那么呢上方呢啊，就是这个 result, 就是罗斯马的特别助理，他说啊，他的标题希望大家看得到哦，他标题是 Rosma garang boleh pengaruhi Perdana Menteri dakwa Rizal Mansor, 理查说罗斯马很凶，足以影响首相。OK, 这一个呢是封面，但是不是封面新闻，是封面预告。跟这一则新闻呢，跟这个处理方式是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大大张整版的人头照，另外一个呢只是小小的配图，所以看到它的这个差别吗 ？OK, 这个呢就是西纳哈链。不，西纳哈链下方呢还有另外一则小小条的这个新闻。一条吧过去的，如果没有留意到的话就会漏掉。他是说 Majlis Senator Gesa Zahidi dirujuk ke jawatan kuasa hak dan kebebasan Dewan Negara, 上议院理事会就呼吁将扎西迪交由国会上议院特权委员会处置。那么为什么要把扎西迪交给上议院特权委员会处置呢？因为他讲错话了，他讲错话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沙巴州沙巴大学的那个女生 Viviana 在树上去找线路，
然后去考试。但是这一名副部长呢，就说他其实他是在演戏，他是要博取民众的这一个焦点，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考试。那么这一个新闻呢，在过去3-4天呢，就引起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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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讨论，它是一个话题性十足的。那么Zahidi 他在国会上院的这个回答不得体，虽然他之后有在他自己的脸书道歉，但是上议员们 YB 们不买单，认为应该要把他交给国会上议院特权委员会来处置。就是这一则新闻啦。 Berita Harian 他封面新闻呢是跟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他说 Kedasho PKPD Cluster Sungai dan Telaga吉打州建议在双溪感染群和这个特拉加感染群实行加强版的行管令。那么吉打州政府呢，就向国家安全理事会建议说，就在这两个感染区实行加强版的行管令吧，避免疫情扩散。那么截至昨天啊，双溪感染群累计了39宗确诊病例，那么其中一宗是来自玻璃市的，就是那个疫情已经从吉打去到了玻璃市。那么这个 Telaga Cluster 的感染群呢，则累积了57宗确诊病例，39跟57，所以吉打州政府就开始担心说啊，他们会向国家安全理事会建议，就把这两个地区关起来，封锁起来2个星期14天，确保这个地方的人呢不会到处乱走，然后把疫情控制在这两个地方。 OK， 那么它的封面图呢，就是 BKBD 的时候啊，军人执行任务，看到有铁丝网，还有啊这个军人哦，就是 BKBD 来临的时候啊，它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它在上方呢，这边有两则新闻哦，一则呢就是今天大部分中文报的封面头条林冠英的新闻，冠英 berdepan dua lagi bertuduhan eso， 林冠英明日再控2项罪行。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一个啦。OK， 这个上面这一条 ，OK， 他说 40 dua juta rakyat layak mengundi belum mendaftar， 420万名符合资格的选民还没有登记。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这则新闻呢？就是说，如果这420万名合格的选民，他们在来届大选之前登记的话，成为选民的话呢，那么来届大选我们将会增加420万名选民，420万名新选民，新的手头族，那么他们遍布在全国各地，那么他们呢，这一批手头族420万呢，将会影响来届大选的结果啊，这个就是新闻背后他所要传达的这个讯息了，我的解读就是如此。那么还有就是河流的照片，河流的照片是这个哦。他说 ，Polis timbang siasat kes pencemaran sungai Gong Bawa Soksma， 警方考虑援引国家安全特别措施的这个法令来调查sungai Gong， 就是共和污染事件。那么如果援引 Soksma 来调查的话呢，那么一旦罪名成立，那么他的惩罚呢就会比环境数字法令来得重，来得强了。 OK， 这个就是警方如果援引这个法令他所带来的这个效果。 OK， 乌都山他今天的这个封面题其实跟其他马来报、英文报甚至跟中文报都不同，他把焦点放在警察，放在 police。 OK， 他说 kekosongan police kekosongan penjawatan police tidak diisi PDRM tak cukup anggota， 警察的这个空缺没有被填补，导致警队内缺乏警力，警员不足。那么他说目前我国的警员与人口比例是1:1213，1:1213哦，1:1213。如果按照我国的这个警员跟人口的比例的话呢，那么它出来的结果就是大马严重缺乏警察，而且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我们根据国际的标准呢，国际的标准是
一名警察他对250名的这一个人，那么马来西亚呢是一名警察是对1213名， OK 1213。那么想想看，一对1213跟一对250，它的落差是翻了很多倍，这也说明了其实警队内严重缺乏警力。那么可能民众到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我们出现任何状况打电话向警察求助的时候，那么警察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抵达，或者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警力不足。 OK， 马来西亚是严重警力不足的。所以全国警察总长阿杜哈密他就表示说，警方非常迫切地填补警队内的这个空缺，这是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就是马来西亚的人口一直在增加，还有新住宅区的这个开发。每一个新住宅区的话，如果它是一个城镇，是一个班大，或是它的规模很大的话，那么就应该也必须要有一间警局在那边设立。那么如果警力不足的话呢，那么这间警局就算在那一边开了之后，可能也没有警察在那边执勤，在那边站岗。就比如他今天的这个封面图，他就说明了这个拉旺附近一间相信是缺乏警员而没有营业的这个警察局，就是这个照片了。所以关于警员，关于警察，他们可以有这个 physical， 就是可以有实体的这个警察局，但是如果没有警力，没有警员的话呢，那么这个警局将会是形同虚设。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发生在拉旺的其中一个地方了。好，那么它在下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沙巴州选的新闻。今天呢，沙巴州朝野政党宣布他们的这个候选人，他这里就说 Kemalu Agihan Kerusi Bile Calon PRN Sabah， 沙巴州议席啊，沙巴州选的这一个议席分配跟候选人遴选呢出现了危机，就是还没有办法很好的 King Dim Show， 中美 King Dim Show 还没有谈妥，还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以及重叠的地方。那么等下的主编点新闻五点半的时候，主编点新闻将会跟大家进一步分析今天朝野双方所宣布的这个候选人的。那么根据之前我听到我同事的这个他的这个消息，就说诶，穆萨阿曼没有在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当中哦。如果真的是穆萨阿曼，就是前首席部长，就是发动这个夺权最后失败，也因为他的这个失败导致出现这一次的沙巴州选的那个关键人物穆萨阿曼，他竟然没有在这一个巫统的候选人名单当中呢，这一个呢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这个解读，所以等一下五点半的时候再跟大家慢慢来分享。 OK， 来我们来看 The Star 英文报。 The Star State of Survival 生存状态，讲的是谁生存呢？讲的是政治人物，沙巴政治人物的生存状态。因沙巴州选的提名日将会在星期六，就是两天之后，今天星期四，那么星期五星期六就是沙巴州选的提名日了。那么如今朝野的阵线呢是不断的扩大扩大再扩大，那么在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当中呢，对各党的提名候选人呢依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这个因素，所以他把这个封面头条给了沙巴州选。然后封面图呢就是另外一则新闻，河流污染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就说 Polluter not getting off lightly， 污染者呢不会轻易的脱身。那么警方正在考虑将这个共和污染事件的肇事者以最高的刑罚来处理他，所以政府警方他可能就要援引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 SOXMA 法令，就是刚才新闻有提到的这个法令，那一套法令来对付涉案者。 OK， 那么他的下方呢有两则新闻哦，一则呢就是这个啦，看到吗？
罗斯玛的照片，就是这个。OK， 他说 ，Court reject Rosma bid to stop media from reporting her exit testimony， 要求禁止报道前助理的供词。罗斯玛的这个申请被驳回了，而且还配上一张罗斯玛的照片。他并不是放这一个 Riza 的照片哦，并没有选择 Riza 的这个照片，而是把焦点放在罗斯玛本身。OK，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一个箱子呢，是一则社会新闻啊。他就说，如果啊，大家听好来啊，如果你收到未经请求，或者是你收到来历不明、你没有订货的这个包裹来到你的门前，按叮咚叫你签收的话呢，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可能成为骗局的受害者。OK， 这则新闻呢是社会新闻，也有警惕作用的社会新闻。好 ，OK， NST 啊 ，NST 今天的封面图啊，哇，特别的有意思哦。他没有选择 Rosma 的照片，虽然这个案件是 Rosma 的本身是主角，但是他是证人，就是 Riza Mansour。OK，Riza Mansour， 他今天的这个封面呢是没有标题的。偶尔 NSD 会以这一种方式，就是杂志性的这个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头条，就是他的封面是没有标题的，直接以这个当事人，就是新闻人物的这个谈话，我们讲的直接引述他的谈话来作为封面标题，就是 direct quote 他的这个新闻人物。他就说 I feel nothing, I never thought any investigation would lead to me and Rosma becauseShe was the PM's wife. 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调查我和罗斯玛，因为他曾经是首相的妻子。OK， 那么里面抖出很多的这个内幕，那么这里就不啰嗦的跟大家去解释了，那么大家上网可以看到，或者是买一份报纸来都可以读到。OK， 这个呢就是 Riza Mansour 的照片。OK， 那么下方呢就有 COVID-19 啊，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确诊人数呢回到双位数，但是击打感染群的确诊病例却持续上升。OK， 那么它的配合，它的这个封面次文呢就有这个前线医护人员正在为人民做检查的照片。OK， 最后一份财经日报 The Malaysian Reserve。OK。The Malaysian Reserve 他把焦点放在 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率的情况了。他说 unemployment to spiral as wage subsidy ends, RMCO extended， 随着工资补贴结束后以及复原行管令延长，如今啊失业的人数不断上升了。那么这种失业的人数，没有工作的人数呢，会因为这一个月底结束的政府提供工资补贴还有延长行管令到12月31日而不断的增加。那么他就引述一家智库叫做 The Center for Market Education CEO Camilo Felito， 根据 Camilo Felito 的这个观点呢，他就认为说这一个情况就是失业率的情况呢是不会获得改善的，短期内是不会获得改善，因为到目前为止，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边界呢依然是封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出国，外国人也不能够进来，特别是这一个有23个国家的外国公民，就算是有马来西亚的这个配偶，还是有其他获得长期签证的这些23个国家的公民呢也不能够进入我国。那么Camilo Felito 他就表示说，当国际客户和供应商无法会面的时候，无法见面的时候呢，就自然的失去了很多商机，少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同时呢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全面工厂全面的开工，投入运作，投入生产。那么这个状况呢也会影响到餐厅和酒店业者，比如他就举出例子说 KLCC 就是吉隆坡城中城，那么 KLCC 呢是一个专为游客和商务旅客而设立的一个地方，那么该区的情况呢是非常的这个严重，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其他行业的这一个工人呢也会受到这一波的疫情影响。那它的封面图呢是 Drone 一名科技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吧，啊，他正在展示无人机。 OK， 那么他这里还有另外一则的封面预告文，哎，讲的呢就是网购费啦。他说 No decision on additional digital fee say KKMM 通讯及多媒体部曾经说暂时是没有考虑要征收网购费。 OK， 所以今天的焦点的新闻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不收网购费，第二呢就是话题性十足的这一则新闻呢。 OK，跟罗斯玛有关的。那么中文报呢就把所有的焦点呢就放在林冠英还有林冠英。 OK， 好，剩下一些时间跟网民们打一打招呼，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OK， Irene Gun LC 讲说穆萨阿曼会甘心罢休吗？答案是肯定不会的，他一直都想要重夺首席部长，因为他认为509之后他原本就是首席部长，但是因为沙菲易策动把对方的这个预言挖过来，那么结果导致他失去了首席部长的职位。其实他在2018年就是两年前他丢失了首席部长职位之后呢，他有曾经入禀法庭去挑战这个州元首委任沙菲易为首席部长的这个决定。他说沙菲易的这个首席部长是非法的，是 unconstitutional， 是不符合宪法的。当然这个案件呢最终没有成为大家的一个焦点，因为沙菲易已经是成为了两年的这一个首席部长了哦，两年的这个首席部长了。两年期间呢，沙菲易在沙巴的这个位置是相当的这一个稳固的，直到七月尾穆萨阿曼策动政变，然后凑足33名议员，然后想要觐见州元首，说州元首我已经有了33名足够的这个议员支持我当首席部长，想要通过这一种青蛙拉拢的方式把对方推倒，但是州元首不吃这一套，所以现在就有了沙巴州选的情况了。所以在过去两年呢，沙菲易的这一个位置呢都相对的这一个稳定哈、用槟城的福建话来讲说就是温温假逼婚啊。OK， 好，来看一看网民们。OK， 莫斯讲说政府官员也是一样，要用 SOSMA 来对付他们，因为滥用权力、腐败和无所作为。OK， 好。通常呢 ，SOSMA 是用来对付那一些刑事罪严重的刑事罪哈、哦。那么如果是失信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罪行的话呢，那么政府还有其他的这个法令来对付，比如说反贪法令，还有刑事法典跟刑事程序法典。 OK， 好，金修静下午好。 OK， 那么再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焦点啊，今天的焦点下雨。 OK， 不过下雨跟新闻没有关系，除非淹水井水哦，井水就太恶了。OK， 好，那么我看今天的这个主编点头条就到此为止，明天休息一期，我们星期一再见，拜拜。